喜欢上了恩人的女儿，今天准备向她告白。小妹儿，你在干嘛？你们，你来了啊？这不是你家猪吗？对啊，我卖给他们了，他们今天过来拖猪。你家过年猪不就只有这一头吗？干嘛卖了？人家刚好今天办喜事，缺一头猪，就卖给他们了。你骗谁呀？谁家办喜事啊？今天才买猪啊？大哥，哎，那个猪你给他买了多少钱？3500。3500，我这样，我多给你500，给你4000。那个猪我们不卖了，因为他们家只有一头过年猪啊。啊，猪人家不赚了，我帮人家拉的。啊，你主人家不在是吧？啊，对对。你是不是姐用钱？你跟我说。点哥，我实话跟你讲嘛，不是迫不得已，我不会去卖这个年猪。奶奶身体又加重了，这个病情。那你跟我讲啊，我转给你就好了嘛。这只有这一头过年猪，到时候吃啥呀？到时候我们随便买点肉好了。再说我们现在什么关系啊？啥关系？我想问你啊，你爸爸是我救命恩人，我帮你不应该吗？啊？